否则的话，我们基督教就被边缘化，我们只能在教堂里边活出这个信仰，在社给社会产生不了影响啊。所以这一点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的去掉属灵的面具，活出我们所信的。很多年以前，我去台湾讲道，有一次参与就是给他们大专的福音营讲道，讲完道以后有一个问题解答。结果有一个慕道朋友提问题，他说我也在追求要信主，但是我特别讨厌那种典型的基督徒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，什么叫典型的基督徒？哎，刚好旁边坐了一个是从台湾的一个同工，他就回答，他说你说那个典型基督徒是不是这样的人？两个人见面不认识，请问你贵姓呢？信耶稣。哎，家住哪里啊？住在基督里。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？对对对，就是这样的基督徒，什么事都和耶稣挂在一起。这并不是不好，但是你行为上你行不出来，都挂在嘴上。这样有时候很让人讨厌，对不对？你不必把每一句话口三定不敬耶稣，你真的能活出那个生命，那多好。求主帮助我们啊！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个短片，好吧？那个我从这个美国带来的《生命的碰撞》，然后这个来。